你刚考完什么专业呀？刚考完播音主持汉播。汉播，之后你怎么没穿袜子呀？很多播音主持的艺考生都穿得很薄。我刚才在想要为所有的艺考生致敬。你学播音学多久了？没有学多久，就是天赋异禀吧。遇到的困难吗？个子不够高，鼻子不够挺，是我刚好1.66米，但是和我一起考试的女孩子呢，都在1.68米以上，我觉得我长得好看。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对考官说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看看我的脸吧，抬头看看我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